feeling so hot, fever。今日咧就系、是、嚟台湾第一日啦，去酒店先，跟住咧就会去排舞，两点排到六点半，之后就开个会啦。咁所以咧依家就去排舞先啦。嚟咗已經練咗幾個鐘噶啦，今次好特別嘅就係請咗台灣嘅排舞老師啦、小虎老師去幫手排呢隻舞。其實我喺香港係揾咗肥仔幫手學咗一堂嘅 chorus 同埋最尾嘅 music break 先嘅，去到呢邊先同其他十位 dancers 去夾成個隊形啦。咁所以頭先係好騰雞，因為一次過要記好多嘢，啲 step 又係未熟啦，但係要即刻夾。得今日呢幾個鐘係可以練習嘅，聽日就要開始拍攝。所以是很趕時間上面很趕。今次都挺特別的，因為今次是找了十個男 dancers， 因為以往都是跟女仔一起跳件事，整件事會更加有 power 多一點。希望這隻歌可以給到不同的 feeling 給到大家， feel 到個 fever， 唞一唞就再來了。辛辛苦啊！我想講嘢，我想講我已經好耐冇試過好似全民造星咁樣咧，一日學一隻舞，過兩日就要表演。好在排 MV 啫，咁樣做 show 一定炒硬啊！真係辛苦啊！陳老師同埋各位 dancer， 我們都呢個互相不敢追捧。咩事啊？咩事啊？好，你唔想？是叫什么？对，没事。编舞就是我，大大的那种编舞老师，他学得很快，很厉害，我觉得我蛮轻松的，下次可以再弄更难的给他。求求你放过我，不要开玩笑了。来，三二走，好 ，OK， 卡。哎，可以，这个很好。看有什么都不要演。濕曬咯 ，Pinky 哋萬幾蚊嘅鞋冇曬咯，好透啊，冇啦。你知唔知自己要落水？我好似知嘅，但我唔記得咗我係今日，所以我冇帶底褲。我可以啊，佢係以為你裝啲水翻嚟倒俾我。哦，都可以啊。有野生動物喎，導演有請有啲動物嚟客串喎。今日係拍第二日嘅外景跳舞景啦，得得，好靚啊呢個位，呢度叫水牛坑啦，跟住係真係有好多牛嘅，因為咧頭先咧好好笑，呢度全部都係好多牛喺度啦，跟住咧為咗拍攝咧。佢哋係要特登叫當地嘅一啲人叫翻啲牛走，應該陣間第一個 shot 就要喺度拍咪嘴啦。陣間加油啦，希望我抹到大隻眼跳啦，因為依家都有啲曬。交付一下。係啦，做 pan 啊呢啲。都是大人。等一下摄影师他会一直用一个小机器一直这样移动，那你就是视线跟他一直这样走就好了。哇，好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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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很棒，谢谢。好，来。你知道为什么天气这么热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的歌叫 Fever。Oh my god！ 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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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大哥，谢谢谢谢。
可以。好，辛苦了，谢谢。加油，耶！谢谢。诶，头先跳嘅嗰一次系跳咁多次以嚟第一次冇出错，一个都冇错过。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领悟力也非常好的人，自己私底下做了非常多的准备，所以我在现场的时候，我根本不需要多讲太多东西，他就马上可以 get 到我需要的东西。他的演出、他的表演都让我觉得很好拍，是跟他自己本身的能力很有关系。我觉得他真的很棒，在我心目中合作过的这前三名、前两名啊，再留一点空间好了，我觉得真的很棒。然后我听到了《火烧天 Fever》这首歌，它的音乐是有一点就异域风情的。可是我觉得我们已经习惯听到异域风情的时候，就想到可能中东啊，或印度啊，就是其他国家的感觉。然后我就不想要往那个方向去，然后就突然莫名其妙就想到烤箱、微波炉被一个人吸引，然后发热，然后需要他的抗体，想要被他疗愈，然后很渴求的感觉。然后那个女生一直引诱他，可是他莫名其妙被女生家的那个烤炉吸进去了，来表达这个女生去转动那个烤炉的时候，让他很热这样子。然后因为异空间，就是他会随着他的心情，就是说、哦、我现在好热，我在烤箱里面，然后我现在好热又好嗨，我就到一个荒漠，或者是我好热又好嗨，然后又有一种很开心的感觉，我就突然到海边，这都是比较夏天比较热的时候的感觉会去的地方。这个人的过程都很有趣，玩得很开心。这个这是可以看的吗？要吗？什么？尺度太大了。要看下来，他很乖。我真的没有看哦。那个摸你也没有看。这个 MV 也不敢看了。对对对，都不看都不看。今天就让我们请大家喝饮料哦。辛苦大家了，谢谢辛苦大家了。哟哟哟，我收工咯。三日嘅拍摄终于完啦，但系有啲唔舍得啊，好似好快啊，突然之间完得好快。我好辛苦了。不会不会，你辛苦你赞赞，大家都赞。我一定会分享这个 vlog。对，很棒，期待成品。其实系一次过拍咗三个 MV， 再因为仲有一个 dance version， 好神奇，同埋系好开心识到新嘅朋友，因为佢哋真系好 nice 啊，好开心嘅一对 team 嚟嘅。希望大家之后会中意今次呢首慢歌同埋首快歌啦。好啦，拜拜。